专心的在听歌。对，等等等。兆丰怎么样？今天预报好像挺小的，六五到八点。会有可能可以到明天吗？概率不是很高嘛，因为后面我看有起风了。起到最大阵风有时节看这预报。五到七，五到八点是够了。第一天最后一轮，就剩三节了都还在跑。是吗？但是起航要六节才能起的是吧？是起出去了，然后我们中间到后面又跑，就剩三四节了。哦，然后还是在跑。现在这个估计是有的等。哎，这边如果说像我像这种情况，下午出海风的情况多吗？对，是下午会一般会起。哦，所以比的可能是还是蛮大的。反正应该是肯定能比，因为那这种风向，除非说它突然下暴雨，或者是突然是你用天气上面会比较小。让你老晒的晒。哎，你是现在走到哪里去？没有，教练他说刚刚去看船，完了我就想我跟你能走的地方一起走一段吗？对，然后他说他要去看船，然后我就跟着出来溜达，因为集装箱里好多人，一直坐着也难受是吧？然后我就出来就是不要晒，不晒，那个用我还好，出来走一圈我就看看，想看看平台，但是器材还在练。还不容易。后检查完了吗？哦，还没有，要再等两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在12:30左右成功。嗯，今天就是现在暂定的策略是怎么跑？暂定的策略，我还没看成绩呢。你还没看成绩啊？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一般。那你就是让周教练定策略，然后赛前告诉你。并不是，就我一般比赛都会到最后再去看成绩。那这个最后是什么？你下去我待会下面之前我会看一下成绩，然后看一下大概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让他先等。对，你等一下，对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战术的打法很重要。哎，是战术打法很重要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，因为我那天听他们大概说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我们都分数都非常接近，然后因为下去嘛，然后我现在除了说要去保住现在的位置以外，可能还是更多还是要需要去拼吧。因为其实在冲小的情况下，大家去拼的第一个可能都除了那种战术之外，可能自己的体能分配包括这些都会比较重要。是这样啊，但我觉得好像这个节骨眼上还是要看一下成绩，然后你知道盯着哪个对手去跑。我会看一会儿再去看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每次就以前最早以前我一直看成绩，然后就会奖励。然后现在我就尽量让自己不去看，然后管自己什么位置吧，我自己还是没能力去跑，然后一直抱着心情还是不错的。啊，有点紧张，但是又有点兴奋，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加一点的。